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哼哼，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。 天命人，还是早登极乐吧。 事情已了，来日再会。 果然有慧根，放松些。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哦，好瓜熟了。嗯。 尝尝，可别瞧不上这卦。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来。 进字法，不杀敌，止克己，妙用何在？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。你可曾拜会？都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由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